大妈篇和和知国篇意义何在？是秀实力还是秀运气？大家好哟，这里是次元边境的小百合。今天小百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贼王大妈篇和和知国篇意义何在？是秀实力还是秀运气？大妈篇已经随着路飞的成功撤退而结束，接下来就要开始和知国篇。路飞这一路惹的麻烦可不小，又是大妈又是凯多。再仔细一想会发现，路飞现在的实力去惹这两个雌皇意义何在？因为回顾一下就会发现，路飞虽然挑战了大妈海贼团，却并没有与大妈正面碰撞。剧情从头到尾就是打了打杂兵，和卡二切磋了一下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路飞虽然现在进入了和之国篇，但他的实力明显打不过凯多。现在路飞的实力撑死打个三灾里的老二老三，三灾之首恐怕还要看情况。尾田设计大妈篇和和之国篇其实根本就是凑数，这样打败一群手向后撤退，回来就可以再写一次挑战四皇。因为目前路飞这个情况，不管是大妈还是凯多肯定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以后肯定还要写。